自己中意睇踢足球，麥當勞都喺嗰度大嘅。我成日都覺得佢嗰度排到啊！看完了这部片子之后，我就决定回到阿根廷。呢部戲俾阿根廷呢班朋友佢哋嗰個感覺就話，佢哋成日都覺得好似好遠咁啊，咁但係其實原來好近。今天好像再次回到阿根廷拍戏的日子，像有时候我经过这边都会看一下，我觉得那时候天天都来这边，蛮想念这个地方的。我们住办公室是这样，然后办公桌是在这里。我坐在这里，像导演都会在这个房间，然后这边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因為其實呢一班人咧就話，由我第一部戲開始咧，其實咁樣同我一齊做咁多年，係咧好似如果可以好似買戲班咁好嘅，一班人大家一齊上路，我有呢班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就點樣我哋都會拍到一套戲翻嚟。因為呢句説話，我同佢離開咗香港，亦都因為呢句説話，我同佢嚟到阿根廷。死呀希望登曬出嚟呀、你！你去咗阿根廷嗰段時間，基本上就你開始喺度生活緊個角色，生活嘅嘢。戲裏面亦都係呢個黎耀輝喺香港去到阿根廷，又俾人一喺嗰度塞咗喺嗰度停咗。咁我又同梁朝偉頭今日去到阿根廷，跟住喺嗰度死啦，仲未拍。跟住好啦，然後拍啲舊嘢，其實差唔多。My fucking camera. Give me back. 我覺得好耐冇拍嗰個角色，我自己即係稍微覺得好滿，幾滿意嘅。即係以前啲人問我：喂，你有邊個？你邊一套戲？你自己覺得自己幾滿意啊？我做啊《鹹皮正傳》啊，已經得一個鏡頭啫喎。我係啊。而家你再問我：喂，拍咗戲咁耐，有邊套戲自己覺得係最滿意？我話《張君雅舌》咁咯。导演跟春光乍泄的工作人员是1996年8月中来到阿根廷拍戏。第一天啊，每个人都围着我问我问题，他们就拿地图给我看，然后说这是哪里，这是哪里。刚开始是 Jackie 跟阿根廷这边的人谈，那我就翻译。临时演员试镜的比较多嘛，然后就要叫他们写他们的资料，帮他们拍相片。
看他们拍电影的过程，就是很好玩。因为他们时间都不固定嘛，那有时候突然会找我啊，那突然被抓到。你教我幾次嗰度咧？如果你唔係兩隻手，你試一隻手放，依隻手又得唔得？好，嚟啊！唉，好手多，而家要鏡方便 fit 全部睇。导演可能为了就是看景的方面好像蛮伤脑筋的，他想多了解一点在阿根廷大部分都住什么地方，做什么工作这样。这区就是靠港口的区嘛，叫做 Voga， 以前呢都是一些水手下船的时候，因为这边就是港口嘛，下船的时候就在这附近慢慢的发展出来的一个住宅区，但是后来有一点没落了。就是这里啊，要不要进去问问看哈？好了，把它我们都不卖走。谢谢。那个时候电话就在这个地方。怎么了？Gracias, muy amable, gracias. Cha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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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cias. Bueno, soy bien, ¿no?